这绝对是我见过最变态的杀人狂，将人囚禁在密室里，强行往嘴里灌入蟑螂，还会在你的眼珠上画一道口子，放入一只吸血水蛭，甚至还会逼迫同伴朝你的耳朵里注射蜘蛛虫卵。如果你不乐意配合，就会把你的双手用10公分长的铁钉钉入墙内，等到他玩够了就会残忍杀害。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？时间还要从一天前说起。男主杰伊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直到一个黑影的出现打破了这份宁静。等他察觉到异样去查看时，妻子已经倒在血泊中昏迷不醒，而楼上也传来了女儿的尖叫声。他急忙跑上楼，发现小女儿正躲在床底。正当他安抚女儿不要害怕时，那个黑影出现在身后将他打晕过去。等他再次醒来时，已经被关进了密室，手腕被铁链锁住。被关进来的不仅仅他一个人，还有长发妹和胡子哥二人，以及还有一个身受重伤的男人。看他们的样子，估计已经被关进来有段时间了。杰伊心系妻女的安全，想要挣脱铁链逃出去。胡子哥劝他不要白费力气了，长发妹安慰他不要担心，杀人狂的目标是你，不是他们。这时密室的灯光突然闪烁了一下，原来是用餐时间到了。只见杀人狂从窗口扔进来一块生肉，长发妹和胡子哥竟直接狼吞虎咽起来。看来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圈养模式，但杰伊却忍受不了，他拼命地用手指在墙上扣动，试图扣出一个出口来，但却不小心弄翻了指甲。长发妹告诉他做什么都是徒劳，唯一的出口只有那扇门，但杰伊却不信邪，他继续在地上挖，没想到竟然挖出来一颗人的头颅。杰伊彻底崩溃了，他朝着墙上的监控器破口大骂，胡子哥极力阻止他，这样的行为势必会连累他们。果然灯光再次闪烁起来，杰伊本想跟他正面硬刚，可没想到进来的竟是个身高2米的壮汉。杰伊瞬间被吓得后退了两步。杀人狂并没有惩罚杰伊，而是将角落里身受重伤的男人拖到了房间中央，然后拿出匕首指向长发妹。长发妹心领神会，走过来接过匕首，按照杀人狂的指示割下了男人的一块肉。紧接着杀人狂又将匕首扔给了杰伊，杰伊拿着匕首刺向杀人狂，却也仅仅只是划伤了他的手臂。杰伊被杀人狂扔了出去，转身将长发妹拖到了中间，他让胡子哥将一根管子插进了他的嘴里，然后又从包里掏出了一个袋子，里面竟然是一只活蟑螂。胡子哥只能听话地将蟑螂放进了长发妹的嘴里，见他要将蟑螂吐出来，杀人狂立即捂住了他的嘴巴，直到看到他吞下去才放心离开。杰伊依旧没有放弃逃跑的希望，他发现脚底不知何时粘上了一块刀片，杰伊瞬间喜上心头，拿起刀片就开始割绑着他的绳子。杀人狂察觉到不对劲进来查看，杰伊缓缓地靠近他，趁他不备冲了出去。杀人狂并没有追上去，因为他知道杰伊根本就逃不出去，所有的门都被锁死，杰伊只好爬上通风口想要爬出去，可是通风管道年久失修，杰伊还没爬出去多远就又摔了下去，刚好就掉在了密室内。杰伊再次被锁了起来，这次杀人狂直接给他换成了铁链。长发妹和胡子哥责怪他，都怪他轻举妄动惹怒了杀人狂，接下来他们都没有好日子过。这时灯光再次闪烁，杀人狂又要来折磨他们了。他进来后将手铐的钥匙丢给了胡子哥，然后递给了他一把斧头作为杰伊逃跑的惩罚，现在就轮到他受折磨了。胡子哥没办法，只能将他打晕，随后杀人狂递给他两根钉子，示意他钉在杰伊的手心处，胡子哥也只能一一照做。昏迷的杰伊痛得惊醒过来，但很快又被痛晕了过去，不知过了多久他才醒了过来，双臂已经失去了知觉，再这么下去估计要不了多久他就会残废。杰伊只好忍着剧烈的疼痛将双手从墙上挣脱了下来，又将钉子拔出了手心。杰伊不明白为什么杀人狂会选择他们，抓来后又只是折磨而不干脆杀掉他们。这时旁边身受重伤的男人发出了动静，由于他的嘴巴被针线缝上，他只能用手在地上不停地比划。杰伊缓缓地靠近他，试图听清他在画什么。男人用手掰开了缝上的嘴巴，艰难地说出了马蹄两个字，说完便彻底没了动静。胡子哥这才想起他在杀人狂手上看到过马蹄，听到这的杰伊终于明白了，他们被抓到这并不是偶然，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也被揭露了出来。女孩掏出一只巨大的蟑螂放进了面前小男孩的嘴里，他们骗小男孩说只要通过了勇气考验就可以跟他们四个人做朋友，可没想到一旁的大哥觉得不过瘾，竟用手将男孩的嘴死死地捂住，小男孩惊恐地惨叫起来。旁边的小杰伊觉得这样有点过了，劝大哥赶紧放手，可等松开手才发现小男孩因为害怕竟将蟑螂吞进去了。但四人的恶作剧并没有因此结束，女孩又拿出一只蜘蛛放在了尼克的头上，蜘蛛顺着尼克的脑袋爬进了耳朵里，尼克赶紧用手去掏，却不料因此将蜘蛛彻底塞了进去，他不再渴望交到好朋友，立即起身跑开了，但是四人却对他紧追不舍，拿起钉子将他困在了地上，然后将蚯蚓倒在了他的身上。小杰伊本想将他拉起来，但小胖却阻止了他，将他一个人丢在了荒郊野岭。没过几天，几个小孩再次玩心大发，将尼克骗到了一处闹鬼的农舍，告诉他只要在里面待上20分钟，他们就跟他做好朋友。尼克再次信以为真，可就在他进去的那一刻，几个小孩转身就跑，而他则被农舍里的变态抓走了。变态将他囚禁了起来，驯服他成为了自己儿子。尼克本就是个流浪，即使逃出去了也无家可归，于是在变态每天的洗脑下，他成功的变成了一个听话的儿子。可就在男孩满20岁的那天，他反杀了变态，可他并没有就此离开这里，变态对他的洗脑已经刻入他的骨髓，他每天强身健体让自己变得更强壮，当初的20分钟变成了20年，这一年他将当初的4个罪魁祸首全都抓了起来，用当年他们羞辱他的方式再千倍万倍的还给他们。
杰伊等人终于想起了当年的事情，可长发妹却没觉得不好意思，只是说当时他们都还小不懂事，丝毫没意识到这给尼克带来了多么严重的伤害。杰伊觉得他们必须为当年的行为道歉，或许还能为自己获取一丝生的希望。他开始大喊尼克的名字，尼克也知道他们已经想起了当年的一切。他再次走进密室，用电棍挟持长发妹，威胁杰伊将蜘蛛的虫卵注射进他的耳朵。杰伊只能乖乖照做。走出密室的尼克正在翻看几人小时候的相册，抬头却发现密室内的几人正在大打出手。气急败坏的尼克拿着水管回到密室，就看到杰伊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他打开水管朝尼克的身上滋去，也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当他走近查看时，杰伊突然窜起来抱住了尼克。几人想要联手打倒他，但他这么多年不是白训练的，即使以一敌三也轻易将他们打趴在地。他们的反抗让尼克彻底怒了，他将胡子哥按在地上，让长发妹用匕首割开他的眼球，然后将一只蛆虫放进了他的眼睛。可怜的胡子哥还是失去了一只眼睛。杀人狂走后不小心将匕首落在地上，杰伊趁机用匕首撬开了锁链，然后又将长发妹解救了出来。这时灯光再次闪烁，杰伊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，可是这时几人却因为匕首的归属起了争执，最终胡子哥捅伤了自己，而长发妹抢过刀对向了杰伊。他指责杰伊当初如果能回头救尼克，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。就在这时尼克出现在长发妹的身后，他抢过匕首挟持了长发妹。杰伊缓缓靠近他，摘下了他脸上的头套，见尼克没有抗拒，他又从他的手上拿过了匕首。可就在这时长发妹突感一阵恶心，趁着尼克转身的空档，杰伊拿着匕首袭击了他，想要再次进攻，却被尼克用长发妹挡了刀。慌乱中杰伊逃出了密室，但这里的出口早已被尼克锁死，他只能打破房间的玻璃逃了出去。可尼克却在他的身后紧追不舍，没想到的是他将匕首递给了杰伊，让他杀了自己。可是杰伊却没有这个胆，尼克将他扑倒在地，双手死死地掐住了他的脖子。紧急之下，杰伊捡起了一旁的匕首，朝着尼克的腰子捅了两刀。随着尼克的倒下，杰伊最终还是亲手结束了这个噩梦，回到了那个温暖的家中。可他完全没有想过，如果没有当年的一切，尼克或许也能拥有同样的生活。